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几期呢视频呢，就是要离这个屏幕近一点啊。还是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我说话声音小，这样离近一点，看看是不是就是听得清一些。现在是在我的犬舍，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养犬，就是天热嘛，要预防的一些事情，咱一块来看看啊。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是狮子粉，就是天热嘛，就是有时候那个狗狗身上会长那个跳蚤跟那个虱子，现在它身上也没有，就是要给它预防一下。天热容易，狗身上容易招这个跳蚤之类的虫子吧。撒上这个呢，就是往它那个毛发里边喷洒，然后就是给它预防那个虱子了、蚊虫之类的。这上面扎了几个那个小眼，就这样。等会儿咱来看看啊。首先这个犬舍这个干净卫生一定要就是说做好，每天消毒也是必须要做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里边有那个水管，一般就是上午撒一次水，到下午了三四点钟撒一次水，以防它中暑和天热，这个水不能给它断了。看这个狮子粉，就是给它撒到这个毛里边就可以了。这个要给它全身涂，就是浑身给它涂均匀了就行。像这个小红瓶里边，就是用一半，用一半就差不多了。
在呢，我犬舍有四只大狗，还有两只小狗。那个大狗呢，大狗跟小狗就是至少每个星期都要给他们抹一遍药，就是这个防止蚊虫咬的。天热嘛，这个狗身上容易招这个东西。然后犬舍的就是卫生方面一定要做好。他那只上那个房上去了。呼，来了呼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我是阿龙。